I'm so scared about the future and the war. Don't talk to me. <笑>你这点哪个笑哎？笑哎！小心加油！<笑>又过，我俩三峡，<笑>嘿嘿，再过去就是大三峡大溪了。 七十二岁了，七十二岁。来到罗马公路，稍微小一点。真的，哦，路况小一点，就算小了。麻烦你今天怎么一起？请不要这么紧，那个脸上的斑都进去了，不要再有。拉远一点啦，柔焦啦，柔焦啦。闻恐怖，对吗？ 好，终于到富山了，开动！刚刚有大中小，有没有上街可以？我都不行。你不会太凉吗？啊，真的不行的。对吧？太凉了，我有点抓了。现在底层5G公里。
喝点半醉，我们三天三晚，晚上就不再走了，拜拜。来到银山车站，最近要拍的是这块变历史了。哦，等一下，哦，都是公交车啊，坐是很狼狈。还是当你进去是有点骄傲的。有时候也是很好的。到这边。好，太佩服了。我们现在已经骑了60几公里，六十七，对，还剩下七分之一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小巴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从板桥。板桥来的，小巴是有病的。走吧。1:38，来到三湾，但是雨比较小一点。哦，我不会停。加油！摄影啊！哎，摄影队。加油！空你！哎，这里来。该。加油！花莲，停在这边玻璃。加油啊！都花莲啊，玻璃啊！这货车1:48，还有几分钟可以把它飞入啊，断胎。加油！不要点它，我太稍微点太相机了，不然一下突然又换台湾了，这波人就惨了，就一头一条背太远。我分享。来到北浦，刚刚那个车破开的时候，灌都没有灌得很熟，现在感觉骑起车来很舒服，赶紧去，丢位。但是这个问题，那个 F4 机甲效率比较低，而且发它是更容易破开。他当初对北浦的 Seven 跟他借打气筒，竟然没有 Seven 没有打气筒，让我好生气。就是他们服务不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啊，现在80公里，第一次破胎，哦，这是更快的，就是用10分钟而已，比较快一点。好了，加油了。啊，小杰，天哪，我要用大盘骑。小杰跟我也是多灾多难的，我破第一次胎，小杰那个大盘让我变小盘，现在肌肉多很多。好吧，走上了，啊，走，我用了小杰一个月内胎，第一次给他。现在石潭乡里面的隧道，哇，现在已经有12公里，刚破了2次胎啊，进度落了很多啊，开始有关门的时间压力啊，有压力又怕紧张，因为下雨润滑啊，3:41，雨水暂时小了一点，前后面都没有人了，好，看一下。
里面就有蚊子。沿着风，去带个风油。沿着。李小姨，忘记了，忘记了，这情况看起来不妙。对对，好酸哦，脚又冷。没关系，喝下咖啡，振作就振作了。超浪费的。啊，看来这雨会下一整天。三零五四，紫檀香这里，太大了。哇，那就我现在有点累的感觉，睡不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坏的征兆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个阿贵跟我讲说，那个 seven 就在前面，把水撑一下了。啊，四点半了，又到大湖了。哦，那里有点虚弱。先到蚊子小区。你看蚊子小区啊，稍微有点小饿的。下走，下午啊，下午。你看文泽小区现在里程数112，刚换内胎的时候应该是没有装好，那个内胎哦，那个不均衡，跑去再打去他跑之后，有点口音，不，有点那个震动很陡，啊，然后就这么挂在，我换一台。